哆啦 A 梦，你就拿这个去对付胖虎吧。是什么？空气炮。就这个空气炮了，他要打马赛克哎、欸。不是嘛？非常东西的哆啦 A 梦，你很可怕哎、欸。不是帮我去付我了，是那个啦，我去买铜锣烧老板不可以买一送一啦，帮帮我啦。空气炮。不是的，你很可怕哎、欸，不要拿空气炮威胁老板的。给我那种可以让东西加倍的道具，奶奶好不好啦？赶快给我道具，就不会再烦你啦，哆啦 A 梦。且慢，废物机器猫，你不要飞我熊大雪，我怕你呀、啊，废物大熊。看我的，雷射笔。停不下来！住手！道具交出来！休想！不要动了！不要动了！不了！可恶，我认输了！没办法，给你道具吧。Ctrl+C，Ctrl+V， 你只要把这个道具插上你想要加倍的东西，东西就可以加倍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把这手指头加倍？名声又还是零啊干？哦，哈哈，有这个，我买一个通说就可以变两个了。哎呀，啊，不是，怎么会有彗星经过？啊，完成度真高啊！我这个脚本到底在写三小，而且我完全忘记提到下笔10月10日平板上一买一送一，我也忘记讲到今天上上免运跟运费抵用券是上加倍8张了。陈志豪，不要信哎、欸啊，我们只要在影片里讲下笔，然后跳就可以了。下笔，十月十平板加倍，亲，平板上一买一送一，一买东西，西，爱下笔，快上下笔，我爱下笔购物。我到底在拍什么东西？下笔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影片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影片过来啊。